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黑心的地下油厂老板郭烈成还敢笑得这么嘴歪眼直啊！就是嘛，吃下这么多收水油，我看得都快哭了我。警方前天让他10万元交保，他居然喊穷说没有钱，警方火大声压，但法官竟相关的检验结果还没有出炉，让他5万元交保。嘉伟，大家的身体健康，只值5万元哦。更过分的是，他隔天马上提供银行内所有的存款，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86万元。喊穷根本喊假的，他都开宾士代步了，法院难道不知道他真穷假穷？这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啊！前天检警上门，他就一副嬉皮笑脸。学长，加确定？我对老师。难怪检警也觉得假硬，担心他提光存款会绕跑，昨天还提出抗告呢。嘿咩，好你嘎仔，还好交保被撤销了。